第一个字儿，这是，第二个字儿，哎，不能这样提醒啊，这没事，我就。肯定是冻梨啊！我觉得这是冻梨，第一个字跟第二个字嘛。不是好多第一个字、第二个字了。第一个是冻，但是他这个第一段的相对来说这个非常快，难道不是？难道不是？耶耶！